6月26日，佛州正午的阳光更加炙热，但依然阻挡不了南佛州广东侨胞的欢聚之情。这是佛州粤侨联合会疫情以来的第一次户外聚会，为了防止交叉感染，这次聚会还专门进行了人数限制，尽管如此依然吸引了大批参与者。烧烤野餐、沙排比赛、呼啦圈竞技，活动高潮迭起。感谢会长罗冠华、副会长黄子璇以及广大粤籍侨胞的热心奉献，活动取得了圆满成功。